人在世四方飘，就此根本不重要。九九年刚刚就是6月15号那个商台的演唱会，狂热分子到9月发完婚礼的祝福，10月7号第一场，我被我的偶像吓到了。那天10月7号，我想开口的时候，突然有一个人在我的右边，远远的右边，突然出来，龙再见。他就出来唱，我说，我就 Welcome to Facebook。哎，对，对，所以今天他在遥远的，也不是很遥远，一点点远的新加坡举行，就是我偶像张学友啊，我希望用我这首。他的99年吓到我的那首歌，然后30年前的今天，就算哭笑中无情未了，终于都会消耗掉。让我举这杯再兑现，就算这世情难了。为爱此心都破晓，你会否听到呼叫？你会否听到呼叫？为爱此心都破晓，你会否听到呼叫？